春晚倒计时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是温拿乐队，我是主唱的谭咏麟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钟镇涛，我是吉他手彭建新，我是贝手曹荣珍，我是鼓手陈友。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。那今年呢，我们要五个人合体上春晚了。那此刻呢，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、紧张、兴奋，都全部都在一起了，对，开心了。那尤其是呢，跟各位兄弟一起登上春晚的舞台了，就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对对对。那我想知道我们合体上春晚呢，大家的感受如何？我先说好吗？我呢，真的一辈子呢，在娱乐圈、文艺圈工作。像春晚当然是每一个娱乐圈的工作人梦想，我想呢，只是呢，今天我的梦想成真了，感谢春晚的领导请我过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他就是我们的鼓手陈友，然后贝手我来啊。哎，这个我有两个愿望啊，两个愿望都好像真的很不错的。第一个，老朋友聚会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的，我是很希望见到你们。第二就是上春晚，两个愿望都成真，就好像陈友说谢谢谢谢啊。哎，我们吉他手冯建新，我每一年看春晚的时候和家人一起看，哇，看得好开心。这一次我在现场看特别开心啊。谢谢谢谢，特别开心啊，大家听得懂啊。